要型，我要勁有型。Alex 啊，你型爆鏡㗎啦你。我知道，但係我係講營養嘅型。專家話重量訓練之餘，吸收足夠嘅營養係好重要嘅。咁樣訓練啲肌肉先至會有燃料繼續增長。仲有足夠嘅休息都係好重要㗎。参加咗 123 Fit Together 大挑战嘅队伍，快啲上 123 Facebook Fan Page 睇下其他人嘅训练片段，偷下师啦！冇参加嘅学下嘢都 OK 噶。123 Fit Together。